第五章经录之概要。如是，以依在生命期里的心路过程，说是升起之概要。如今当依节生时刻，说是心升起之概要。节义之注读说明，在前作者解释了心流活跃的一面，及生于生命旅途里的心路过程。在这一章，他将日不活跃的心或离心落成心。虽然作者在序里只说及节生时刻 sandayam， 但此章亦制作为有分心与死亡心的离心路过程心。节二例举类别 ，asobomio katabati senti katori kemi itadamaran apati ca titani onvisimatisen kahitori katoni veditabani。于离心路过程之概要，当知有四个四如下。一四生存的，二四种结生，三四种业，四四种死亡。二支注读说明，离心路过程之概要解说了宇宙的分界，列出了每一个生存的当中的诸界，见表五年一月。在解说各种离心过程之前，作者先分析诸生存的，因为根据阿毗达摩论，外在世界是内心世界的反应。这并不是指阿毗达摩论把外世界成只是由心想象所有，外在世界的确存在与真实的，然而诸心时常是之外在世界，而且各种不同的决定外在世界如何呈现。心与世界互相依靠，且及其错综复杂交织，宇宙的构成与心的层次相符。由于它们是相符，了解它们其中之一助于了解另一者，有情死后投身某一界，是因为他在前世造下了能导致投身之的业或新的业力。每一界与特定的真心相符，而该种果报心的继续在一世当中升起未有心，直死亡为止。如是当欲界业成熟时，会引欲界结身心，而产生了欲界身；当色界业成熟时，它即会引身色界结身心，而产生了色界生命；当无色界业时，它即会引身无色界结身心，而产生了无色界生命。如佛陀所说，业缘地因是自己可爱是水分，而行受到无明蒙蔽，受到可爱所缚的心，将会导致投身到六低等中的上等的生命界。中部 A376-I223 由过去业心之种子掉到相等的生存地，生根及其潜在业力生长。
思存的。Polikotka 第三松懒 Tazapiapuni Kamukatikuni Rupivakura Boni Rupivakura Puni Caitani Onkasobunyona 当中四地是一恶去的二欲善去的三戒的四无色戒地结三支柱读说明四的虽然暂别了恶去的与欲善去的但如在经里所指出其实他们都是欲得的一部分结四恶去的Apiapuni Tanareo Chirikoneoni Hativiseo Ashurikeo Ca Titanium Apiapuni Khahoti 当中恶趣的有四个部分即一地狱二畜生道三恶鬼道四阿修罗道结四支柱读说明恶趣直译巴利文 apaya 是毫无 a 快乐哎呀这是对痛苦远远超越快乐诸生存的总称他们是造由于恶业成熟而投失地地狱 Nuraya 根据佛教地狱是低下的神的是最痛苦之地据说在的众生从生至死亡的期间里必须不断地遭受己的恶业之果完全没有休息的诸论师说其中有八大地而其中的痛苦一个比一个更剧烈难受他们是活地狱 Subsiva 黑地狱 Kalesata 众合地狱 Sanhada 好地狱Rava 大嚎叫地狱 Maharara 燃烧地狱 Tapa 大燃烧地狱 Mahatapana 阿比狱 Avasai 当中阿比地狱又是最下层最为恐怖在每一个大地狱的四个有四个小地狱因此一共有136个地狱道畜生道是诸恶趣的之一人们因恶果报而得到该道理根据佛陀造恶业的人能够投身为畜生而畜生也能够因为过去所累积的善而投身为日投身为天神虽然畜生道的痛苦并不地狱那么悲惨但由于其处的痛是远超越快乐以及由于在并没有适合的时机造善业所以把它纳于巨地恶鬼道常被译为恶鬼的巴利文类是常受到饥饿口渴及他病痛而无法减除其苦的友情恶鬼并没的事他们与人类住在同一个世界如在森林沼泽坟场里等等一般上人命不能到他们除非他们把自己显现出来给人看或者拥有通的人也能看到他们阿罗道阿修罗包括了几种有情师指
出，在恶趣的里的阿修罗是与恶鬼类似，常遭受折磨的友情。应区别恶的阿罗和在33天与诸神斗的阿修罗，后者是属于33的天神。解五欲善去的卡梅苏格图米 Man Hey Tom Mahara Haka Top Fountain Sayoma Tasita Name Narity Paratop Sovereignty CA Tani on Kame Sugate Kumi Satva Hoti Epan IMK Das Avent Hopi Kame Vakara QC Eva Sanksum Gakati欲善去的有七点，即一间，二四大王天，三33天第十天，四夜魔，五兜率天，六化乐天，七他化自在天。这十一界组成玉帝，解五支柱读说明。人界一八利文 Mana 人是拥有敏锐心者。由于人类的心非常敏锐，这领到人类比其他众生能造作较强不善也。人能够修行直至正卧，但也能够造下是父是母极重的恶。人间是有苦有乐，忧愁愉悦参半之处，但由于他提供了获取最上乐的机会，所以他被视为是善趣。四大王天，接下来的六界是欲界诸处。在这些界的寿命比在人间里的长，所享受的娱乐也比较美妙，但这一切是无常的。四大王天依四方而有四个分界，每一分界皆为天王所统治，而其居民都是半神的友情。在东方，持国天王他统治甘达婆 Gandhava 及铁的音乐神，在那增长天王 Firohaka 之守护人 Gandhanda 及守护灵山岳宝藏的守护神，在西方广目天王 Firopaka 统治诸龙神 Naga，在北方，多闻天王 Fasvana 统治诸夜叉 Yakha。 33天，据说古时有33位把自己的生奉献于他人的福利的善男子，后他们投身至该界，成为该界的大王与小王，如是该界即因此而得其名33天。该界的大王是第四天王 Sok， 一名为英陀罗 Indra， 住在首府建 Sudasana 里最圣殿 Vijayanta。 夜魔等这天界是一层比一层高，夜天是极乐之境，其王是善业魔王 Suyama 或业魔有什么兜率天 Tasi 是菩萨成佛之前最后一世的住处，化乐天 Name Minority 的神能随心所欲造出娱乐之物，他化自在天 Aranima Tava Sovereignty
的天神不能自己出娱乐之物，但能够夸人所造之物而取为己用。节六，色界的 Rupa Vakrami Brahma Isajja Brahma Purohita Mahabrahma Lieta Niyam Patamachanakumi Paritapha Apamanapha Apsara Itai Taniyam Dutiya Jayhanakumi Paritisapha Apamanashupha Sakinha Asiya Taniyam Tataya Chanakumi Vifala Asabe Sata Sadhavasasiyatai Ampe Tathachanakumi Titaniyam Vakarakumi Solasavidhahoti Avi Atapa Sudasa Sudasi Akamathasiyatiyam Sadhavasakumi Papihahoti色界的有十六级，一出的梵众天、梵辅天及大梵天；二第二禅的少光天、无量光天及光阴；三第三禅的少净天、无量净天及变天。四第四禅的广果天、无想有情天天。定居天又分为五层：无烦天、无热天、身善见天及色究竟天。前六支注读说明：色的有十六界。色界地是那些在生前已习至正的某种色，而且至死时都没有因懈怠痴该禅的人死后投生所至之地。此的依经教的禅那色法分为四层，在经教里只提及四禅，出禅转入第二，同时舍弃了寻四两禅之。日经教的第二、第三及第四禅个别相等与论教三、第四、第五禅四禅的当中的首三个各再分为三界，第四禅的则再分为五界。章节一会解释投身至禅的原则。五净居天是只有已证得三果的那含才能投身之地，投身至该者绝不会再回到较下层界的，而定会在该地证入般涅槃。表五年一月三十一届的界缘，自无色界的三十一非非想处八万四千大劫，十无所有处六万大劫，二十九十无边处四劫，二十八空无边处两大劫，十六色界的第四禅，二十七色就天一万六千大劫，二十六善天八千大劫，二十五善现天大劫，二十四无热天两大劫，二十三无烦天一切大劫，二无有情天无大劫，十一广果天无大劫，第三禅二十毕竟天四大劫，十无量净天三十二大劫。
少净天十六大劫。第二禅师光阴天八大劫，十六无量天四大劫，十五少光天二大劫，诸禅十四大梵中劫，十三梵辅天二分一中劫，十二梵众天之一中劫，十一欲欲善去的十一他化自在天一万六千天年，十化乐天八千天年，绿天四千天年，八夜摩天两千天年，七三十三天邪现第四天一千天年，六四大王天五百天年，五人不二去第四阿罗不定，三恶鬼不定，二畜生不定，一地不定，节七无色界的非法 Kurupumi Akasenap Kayatana Humi Kayatana Humi Akikabe Atana Humi and Afe Saba Asabe Atana Humi Ca Tama Rupap Humi Katabitha Hoti 无色地界有四层级，空无边处，二实无边处，三无所有处，四非想非非想处。节七之著读说明，界是那些临死时还拥有无色禅者死后吞之地，每一无色禅导致投身江浮。节八一人 Puyana Na La Panti Sadhe Susabatha Sopana Ca Sada Gomano Ca Pai Pagala Ariyan Opala Banti Asabapai Ayumas Sathen Sula Panti Arinari Yapai Ca定居天理无凡夫，亦无入流或一孩。圣者不生无想天，亦不投世恶趣。余地圣者凡夫皆可见。Adam et Sabonikatakon于此，这些是四谛四种劫身。Pasen Kikataka 劫宗览 Apai Apatisandi Kame Sugati Patisandi Rupivakura Patishi Rupivakura Patisandi Si Titani Onke Bidhoti Patisandi Nama 劫身有四种即恶趣劫身，二欲善趣劫身，三色界劫身，四无色界劫身。劫十恶趣劫身 Salavapak Opak Hasor Hadda Santiranum Apaya Bumi Yamokong Tikan Pati and He Hotfake Para Bengung Pariyo Santavanum Hotfake Jaitai Amikifi Apai Apati Sandino 集中在投身至去的一刻，不善果舍俱推度心成为劫身心，后集沉入有分
最后再成为死亡因，即被断。这是唯一的恶趣结身。节十一，欲善趣结身。I love for pack, I have so high good, centaurin and pana, sugar tie and mana synopsy, if a giant had him as an bomb, a satan of a mini party casual and party senti, avant got cutie face and a pavatati.I'll have a pack of knee pen, the Sabbath of Pike Mesu. Good time, Pat and he. Bavan got cutie face, son of a tenty. I am a fuck. Call me Suga Tickets and die on a mud. S-A-N.I am a savage hot pie con Ava Caracutis and Dissi, Eva and some Garcutti. 善报者据推杜心成为御善的李家眼天残缺的人类某些的神与某阿修罗的结身心。大果报心能作为一切欲善去的的结身，有分王心。这九种是欲善去的结身。至此所述的十种是欲界结身。结十十一之诸读说明，对于种心执行结身有及死亡作用的详解释，见第三章节九。瞎眼先天残缺的人类在此等 A 是指包括先天耳聋、残废、弱智、痴疯以及身为中性、双性与无性的。诸论师是先天瞎眼，是指其人由于所成熟的业少福而产生不发展的结身心。这一词并不包括那由于在胎里发生意外或患上某种疾病而导致出以瞎眼的人，因为这类瞎发生于结身心二因与三因的人。对于先耳聋等的则也是如此。对先残缺的人，他们的结身心肯定的，而其残缺则早已潜在引致投胎的眼。某些人，佛教有说及一种不住上而住在异界的神，他们多数住在偏僻之如森林、山岳与塔或寺之情称为的神 Bhamadeva。 一类里福报比较大的神可以有一或三因的结身心，他们通常都一些随从，而其中有些则是报为小、生活困苦的神。根据业敌长老结识无因神即是这些神，即某些阿修罗据些有情住在村或村落的附近，以村民丢弃的食物为生。在没获得食物时，他们也会附身或折磨人类。至此所述的十种，依十种之欲界结身心而得十种结身。结十二，欲的理的受缘。Disutanam apayanam manusanam vinipatika
Suranup caa opamana gonane anayamonas. Kate maharaha kanan pana devanan. Pap ka fasa saturni a opamanan. Manasa gonane anavuti fasa satahas. Sapamanan hoti. Tato ketoganan tavatanan. Tato ketoganan yomanan. Tato ketotasitanan. Tato mimanartinam. Tato ketoparimatavasavatinam devanan aapamanan. Navasatapsi, akavisavasanam kyota. Fasatisahasarni sathasi avasatisu. 四恶趣里的众生，人类及堕落的阿修罗的寿元没有固见。四大王天的天神的寿元是500天，依人类的寿命来计算，则是人间的900万年。33天神的寿元是这属木第4倍，夜魔的天神的寿元则生33天里的4倍，忧虑天的天神的寿是夜魔天里的4倍，乐天的天神的原则是忧虑天里的4倍，他化自在天的天神的是化乐天里的4倍。依人类的寿命来计算，化自在天的天神的寿是人间的92亿1600万。结十二支柱独树，没有固定的界限，在色趣里寿元的差异是非大，这有是导致投身至该德的恶业有强，因此有些众生只在地狱苦几天，然后即投身至处，有些则必须在该地忍受种折磨好几百万年。在人间里，人的寿元可以短至几分钟，又可长至上百年。根据佛教，人类的平均寿元是不断的变异，最低是最长则是无数年。天分别论节1023，在四王天里的一天日等于人间的50年，30天日即是1天月，12月是1天年，在33天天日等于人间的100年，夜魔天的1天则是人间的200年，如此每上一层天，其长度即增加1倍。节13戒节身 Patamachana Vipakam Patamachana Bumi Ampaisanti Avanga Cutive Sana Pavatati Tathaduti Chana Vipakam Tataya Chana Vipakca Duchana Pumiyan K2Fachana Vipakam Tatichana Bumiyan Pkamahana Vipakam K2Fachana Pumiyan Asabe Satan Pana Rupami Vati Enti Hoti Tathatato Param Pavati Yam Bavana Ca Rupami Vati Dvanarajhati
I am a Charupava Karapata Sandha. Chu Chan Guo Bao Xin Shen Yu Chu Yen Wei Jie Shen Yu Fen Yu Xin. Tong Yang De, Di Er Ji Di San Chan Guo Bao Xin Shen Ji Yu Di Er Chan Tian. Di Si Chan Guo Bao Xin Shen Qi Yu Den Chan Tian. Di Wu Chan Guo Bao Bao Xin Shen Qi Yu Di Si Chan Tian Wei Jie劫生有分与死亡心，但对于无想有色本身生起未劫生样的，在劫生之后的是理直至死亡，也只有色在生灭。这些是色界的六劫生。劫十四。色界里的缘 ，This is Brahmic. John Devanam Tapasatayo Baam. 不 pure, rohitan upadhakpo, maramanam eko kapo, paritapanam devi ekapani, pasapanam solasakapani.Apamonashupanan batim sakapen, sabhaking hanan katasathani. Vihupphalanam sabesanabsi apapkapasathani avihanan kapasahasani, atapanan vihisahasani, sudasana atarikapasahasani, sudasanam sakapasani.Akamathanan sasakapasani apamaman 当中梵众天天的缘是三分之一中劫，梵辅天的是二分之一中劫，大梵天的是一中劫，少光天的是二劫，无光天劫，光阴天的是八劫，照镜天的是十六劫，无量镜天的是三十二劫，镜天六十劫，广光与无想有情天的是五百劫，无烦天的是千劫，无热天的是两千劫，善现天的千劫，善见天的是八千劫，色就天的是一万六千劫。劫十之注读说明，劫把佛教圣典里以及三种劫，即间劫、小劫、无量劫、中劫及大劫。一个间劫 ，Nara Kappa 是人类平均寿元从十岁入岁一增一减的时间。六十四间劫于地狱的二。劫即等于一个中劫或无主劫 ，Asanhayakapa 四个中劫则等于一个大劫 ，Mahapa。对于一个大劫的时间，佛陀有给予个比喻：若有一座长阔及高度皆一游巡，大约七里，港深月，而有位天神一百一条。丝绸布轻轻地擦它一下，如此，当该座山岳被磨平时，一大劫间还未结束。相应不值无比五斜线二一八一一八二。根据论师出禅天里的寿元的劫是指劫，而形容少光天及以上的则是大劫。劫十五，无色界劫生。Pathrupa devipakanipatamara paypumasuyathakmong patrisanti bhavangat kutivasanapavatam. I am a katasorupa patrisandayonamat.
第一无色产果报心在第一无色产天理被结身有分与死亡心同样的其余的无色产果报心亦于各自的形相的作用这些是无界的四种结身结无色界里的受缘 Supana akasena kaiten lupanen devanen visati kapasahasani apanen 当真于空无边处的梵天的原是两万劫生于时无边处的梵天的寿元是四万劫生于无所有处的天的寿元是六万劫非想非非非想处的梵天的寿元是八万千劫劫十七总结He bhavan gap ca tathavanam monasan Ikivatos f a kavas f c a kajitayan 在某一生当中的结身心有心及死亡心相同的且原取同一个目标所愿Item at the partisan TK to come. 于此，这些是四种结身。四种 Come K to come. 结十八一作用。Jenna can, you pat them bacon, you put bacon.You take a cap, see a titanium key face, not. 一作用分别业有四种即一身业二支柱业三阻碍业四毁坏业。结十八支柱读说明。四种业，此节里的巴利文 chemical 四种业，但事实上在这一节里会解四个四种业，因此依四种分析有十六种业。这巴利文 chemical 是作为，但在则专指意愿的作为，在就。境界的角度来看业是指善或不善思心所 sit 因为是负责造业的心所佛陀说诸比丘我说为业的即是思因为由于他的意愿人们才通过意造业增之部 A6 比63斜线3415除了佛陀与思之外一切塑行心的死都有业佛陀与阿罗汉不再造业因为他们完全除了业之根源的无明与爱然而只要明的还存在即使佛陀与阿罗汉也都具体成熟的过去业所致的果报直至入灭为止业之令法 Kamaniyama 是利运做的他却所造的业依其善恶而来相符的卦即如所种下的种子肯定会依其种类而出果子在原句
足食，业即会产其果，即果报心所，以及业生色。一作用，诸业行各种不同的作用，在此敌了四种。业能在的时期执行当中一个或多个作用，令生业 anuk，come 是在结生及被子因果报心心所与业生色的善或思，在结生那一刻，令生业产生了精以及组成新生命的身体业生色，在一时之中，它继续产生其他果报心与业生色，如五根、性根色及心所依，只在临死时成熟的业才生结身心，但一切善与不善业都能在生命其生其果报。通常产生结身的是足道之业或成作为之业，但未道之业也能够执行产生结身。表五年二月，四个四种业总览。一作成熟的次序，一成熟的时间，一成之地。一令生业重业现身受业不善业，助业灵业次生受业欲界善业。三阻碍业半行业无业的界善业，毁坏作业无效业无色界业，支柱业 ，upathambekakam， 这是未成熟已产生结身的业，但它支柱令身业延长后者生的善报或恶报，或支柱后者所产生的五蕴。例如，于善业成熟，某有情投身为人，支柱业即协助其寿命，以及却他健康丰衣足食。反之，当不善的令身业带来病痛时，其他不善可能他病医药无效，因而延长了病痛。当某有情由于不善的令身业而投生时，助业即会援助灾厄业产生更多的果，也可能长期寿命，令到不善果报心之流更长久。阻碍业 ，upaile，kakama， 此也是没能产生真知，但能够阻碍令身业以缩短后者的善或报。即使令身业在过去造下时是很强，在阻碍业的直接对客下，它即不能全面的产生它的好。例如，在阻碍业的影响之下，原本能够至头较高的去的令身业，只能导致投身到较低等的善去；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到高等家庭的令身业，只能投身到较低等的家庭，原本能带来长命的业，变成只能带来短命；原带来好的业，变成只能带来平庸的面貌等等。反之，原本能够导致投身到大地狱的不是生业，变成只能导致投身到小地狱或恶鬼道。在一生中，可看到许多是阻碍业造成的事件。例如，在人间里，这种业会阻碍业生五，而支柱恶成熟，导致个人在财富、亲友等方面遭受损失与痛苦。在恶趣里，
阻碍也能对生业而带来一些快乐。毁坏业 ,upagetakam, 此业可以是善或善，它终止了较弱的业，不令继续生果报而引申自己的果。如某人身为人，其领生业原本能够带给他长寿，但毁坏业的出现到他折。根据列迪长老，毁坏业能终止眼耳等五根作用，而导致瞎眼耳聋，也能够导致变性。阿达摩亦广释对令生业及毁坏间的分别所做的解释是，令生业在引自己的果报时并没有指其他业，而毁坏业则指其他业的果报，然后产生自己结果报。但阿毗达摩广释所道的其他论师则认为，毁坏业完全产生自己的结生果报，它是终止其他业的果报，然后让另一种业有机会生它的果报。列迪举出了故意杀生作为例子，以阐明和执行上述四种作用。在某人杀了人之后，只要有机会此死时成熟以产生结生，他只能执行支柱、阻碍与毁坏三种作用之一，他能助其他恶业成熟，或阻碍善业熟，或终止善业的效。当杀生业获得机会成熟时，每一个杀生之皆能导致投身到诸恶去。过后，当他没有能力再导致投身时，他还有能力执行其他三种作用，甚至在未来的十万大劫也还有效。十九，一成熟的次序。A sonom, a sonom, catataxi, a titanium parcaldena, parigiana. 一业产生果报的次序，业有四种，即种业，二临死业，管行业，四作业。解九之注读说明：一业产生果报的序，这一节是关于各种不的业产生下一世的结识的次序。众业 Garukak 这种业非常的强，必定会产生下一世的结识，没有任何其他业已阻止它。在善的方面属于众的市场，在不善的方面属于众的有逆罪或无见业与不能改变的邪见。无见业 Anantariya Kamma 是父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及分裂僧团。若人培育禅那，但在过后任何一种逆罪，其善业即会被根止，且后者必定会成熟而导致下一世投生到恶趣。例如佛陀的表兄弟伯达多深具野心，想要代替佛陀领导僧团，而在该念头一生起即此续了神通。过后他再伤了佛陀与智僧团分裂，而因后者之业再后堕入阿鼻。
但若人是造了任何一种逆罪，他过后即不可能证得禅那或出世间法，因为罪行成了一种无可抗敌的障碍。这是为何当阿舍世在听佛陀开示《沙门果经》时，虽然拥有一切正陀环道缘，但却不能证得须陀环果，因为他之前已杀死了自己的父亲平毗沙罗王。Sonakama， 这是在临死之前一起或所造之业，也就是在临死塑心路程即将升起之前所一起或所造之业。若性格恶劣者，在临终时以前的善过，或在当时造了一件善业，他即可能投身至善去。反之，若有个善在临终时以前所造的恶业，或在当造了一件恶业，他即可能投身至恶趣。这是为何在佛教国家提醒者以所造的善业，或劝他积极善念以一种传统。有众业之下，一般上所造的临死此业即会定下一世的投身至那里，这并不意味该垢免除以往所造的善业或恶业。在诸缘具足时，这些业也能够产生他们的报。惯业 asanakamma， 这是习惯性上常造的善或恶业。在没有众业与临死业之一般上，这种业即会决定下一世投身到那里。以作业 Kattakamma， 这是所有不包括在上述三种。在没有上述三种业下，这种业即会决定下一世投身到那里。节二一成熟的时间 ，Dhamma Vidhaniyan Vidhaniyan Apara Priya Vidhaniyan Ahosikamapsi Tani Onpakakalavesna Karikani Nama。 一成熟的时间业四种，即现身受业；二